他是外人改成你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小三，你话讲清楚。你怎么样，我也是个男的，要叫你要叫小王。一定是你先告用爸，爸走了再怎么样，我也算是你的继父了，继母。老公，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！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我有错吗？ 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命？谁是小三？老公，接电话。谁在听清楚了？接电话！我靠，大婶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带你儿子去庙里面广播，然后回家看台湾奇案？乖啊！到底谁会赢？